跟大家说，何为贵？过去有什么不舒服？这些事情一目了然。兄弟姐妹，不要再去计较。将来这个道上一帆风顺，担负起弘法利身的使命，把佛法弘扬到全世界。我们需要和平，社会需要和平，人民需要和平，众生需要和平，大家永远要记住和平，大家同心同德，我们共同一个愿望，孝悌忠信。孝悌忠信是根，同一个父母，同一个祖父母，一定要记住，五千年同一个祖宗，所以讲跟别的族群不一样，我们是同父母，连根都是同一个祖宗，我们必须要肯定，要承认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展开到整个世界，整个世界是一家人。谢谢大家，奋发努力，而不懈怠，一家人，大家同心同德，都是阿弥陀佛的子孙，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一起的。只要佛法在，只要我们佛法存在，就是三宝常住在世界。大家必须要依教奉行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欢喜的是我们的全世界的宗教同伦，全世界同教同盟，我们也亲眼看到宗教同盟带动全球一家，人类还包括到一切有钱众生，记住，全是一家人。我们要相亲相爱，我们的老家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忘记，永远记住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六道众生的老家，我们是一个老家。谢谢大家，这是我所祈求，永远记住，我们是一家，我们的家是极乐世界，迈向极乐世界，这是弥陀的子孙心里面欢喜的，心里面疼痛也在一起。我对大家这么多年来的努力，从来没离开他，念念想念，念念享乐，团结，团结真不容易，
什么时候参学，什么时候太平经落实。希望大家记住我这一句，谢谢大家。团结，我们为净宗，净宗为净土，净土为戒严大众往生西方，到极乐世界才算是一家人。希望大家努力，不问净土都不算是一家人，净土才是真正一家人。所以要认真念佛，要认真祈求往生。谢谢大家。到极乐世界永远在一起，希望大家记住，我们有思想分裂就不能够往生去，损失就大。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永远是一家人。只要是净土，就是阿弥陀佛家人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，到极乐世界才能算数，不到极乐世界没算数。极乐世界是和睦欢乐大家庭，记住记住，任何欲快不欲快，在极乐世界门口都消化，这个总要记住，特别要记住。我们一家人没有娘养，这个道场是全世界的，全世界人都有份。我们一心一念念阿弥陀佛，将来通通生极乐世界，依旧是一家人。记住，记住。希望大家同心同力，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，求往生回老家是我们的事。对，阿弥陀佛来迎接，阿弥陀佛来送行，这边送往生，就这样传灯，传灯下去。到年轻的，我们的念佛声音有没有传出去？有福，赶快下界，传遍全世界。